歌手同唱一首歌，谁才是 K 歌之王？第25组，陈奕迅 VS 郑中基。有一次郑中基采访被问到，咁你觉得边位歌手系即系最叻跳咧 ？Eason 啦 ，Eason 你会唔会话就 Eason 啦，就 Eason 跳啦喺入边。佢又唔系跳嘅，佢乱跳嘅啫喺度有少。两人的恩怨从何时说起？或许是郑中基成为他红颜知己杨千嬅的男友，或许是两人都是歌神竞争者，在颁奖礼上凭借《无赖》击败陈奕迅拿到金曲奖，让陈奕迅全程黑脸。网友说他是最佳张学友歌神接班人。可最后陈奕迅成为了歌神，那么仅这首歌谁是 K 歌之王？陈奕迅提步再去踏上路途，我要为我自豪，我要择胜不做俘虏，胜愿望似高却未算高，我定能择到。郑中基提步再去踏上路途。